农业科王小林大方任爱说，我们在一起。从不回应贝姐是盲人唐人，只是卡卡雷迪巴巴车已经十四年。日本风波不止一个宣传，中国网红分享小林大哥多次上台直播对赌。相信呢，这也是不少人的饮食习惯。不过，这两种饮食最后却不一了。英国《每日邮报》引述营养治疗师的说法：如果没有正确的饮食摄取，可能会衍生出一些问题。因为呢，会导致人体严重缺乏一种重要的营养素，说的就是铁质。报道指出，茶和咖啡含有会妨碍人体吸收铁质的化合物质。那么，平常一边喝茶一边摄取含有铁质的食物，比如富含铁质的红肉、绿叶的蔬菜，也有可能会导致贫血。This game is so satisfying. It is called mystical mixing. In the process of gameplay, you除了咖啡和茶，还有一种不利于吸收铁质的饮品，那就是葡萄酒。葡萄酒含有单宁酸和草酸，同样会影响人体吸收铁质。这种缺铁性的贫血是一种常见的贫血类型，会导致人体衰弱。其中的症状呢，就包括你会感到口干，或是呢感染症状会反复发生。专家提醒，适当的餐饮搭配也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最近对此不好的人呢，在用餐的时候，吃药的有效的时候呢，喝一条口水就不好，因为有液体在体内会影响正常的运行。报道也提到，餐后不容易消化、容易消化不良的人呢，可以摄取芝麻叶、橘子、芦笋这类带有苦味的蔬菜，这既能够刺激消化过程，帮助身体准备消化食物。另外，专家也建议尽量在睡前三小时进食，因为呢，食物需要大约三个小时离开胃部。建议饭后先坐在餐桌旁，而不是直接窝在沙发上，以防消化不良的风险。好的，看过去的新闻就是这些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今天你才不准备。
我看你的手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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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你